好，中间看一下下。好，左手边再快速的补一下下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对，那本来只是到时间，因为我们还是要听圣旨的。对，听皇帝的。对，皇帝是。所以呢，这个时间1月30号的礼拜六晚上6点，你是希望大家歌迷有个什么样的音乐的夜晚？其实我本来是很希望从那个黄昏然后开始唱，然后有那个过程，从亮的然后到暗的，有夕阳这样。但是因为那天是听说是补假嘛，对，大家可能下班来不及，然后有给我们一些建议，所以我们还是往后延。那希望那天天气可以好，然后还看得到一些天空这样子，天色微亮的感觉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定在6点。那就希望大家可以戏伴啊，找一些自己的朋友家人可以来这边听歌，那个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。对，所以当天这个管弦乐团听说也会到现场来，是不是？当然，对，小心不要讲什么。